这群年少时期曾为国家牺牲奉献的荣民们，在志工的协助下齐聚在苏澳荣民医院的大厅，欣赏精彩热闹的表演节目，欢度一年一度的荣民节。其中成泰公司特别提供热情又欢乐的中东肚皮舞表演，以及柔美音色的老歌演唱，让荣民伯伯们听得是如痴如醉。活动还安排了留德音乐家卢苑先生的低音管表演，精湛的演出令人激赏，让荣民节更增添光彩。一年一度的荣民节哈，那这个我们院有很多荣民，那长期啊，多年来对国家的付出哈，从这个剿匪抗战啊，还有国内的一些很重要的建设啊，早期帮台湾做了很多的事情。那现在年纪大了，到医院来疗养了，我们当然尽心尽力照顾好每一位的身心灵的健康，包括庆生会啊，一系列丰富的节目啊，让老人家能够开开心心的。这样子让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日子里面哈，更加的开心，这是我们的目的。苏澳荣民医院希望透过荣民节的表演活动，为荣民们带来欢乐的气氛，也感谢他们长年来为国家的贡献以及付出。宜兰新闻记者许世民采访报道。